要录整套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，这个可以当什么片尾，或者是你的主歌唱完要进副歌那一段，就你可能抓着这个，然后可能好像在求救之类的。为什么口罩歌会拍成这样？然后你眼睛会看镜头啊？我看好像就要求救的那种，水汪汪大眼睛。好，来哦，三二一走。然后旁边人都穿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还好。就。就这样的感觉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你的已经超丰富了。和你的 part 有没有要再补的？我觉得你的比较弱一些，比较少的。对，你比较弱一些。看要不要再找一个，也补个晚上。看看你要在，就是奇怪的上面这个会飘的东西。下面刚刚那个。我下面那个巷子，那边有椅子啊，那边有椅子，巷子啊。好啊，那走。这个暗巷有多大？你挑一个。好啊。你喜欢的。你们在这边玩，我们去拍。好啊，来。都是蜘蛛网，真的。要关灯了。要关灯了。关灯怎么拍？拍了。啊？谁要拍什么？这里有灯可以看啊。哦，你们要拍照啊？不用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拍个。拍个照。那怎么拍？拍个照。来。你要投入镜。来。你要投入镜，我不用录。我不用录镜。你觉得投入镜吗？我觉得不用。真的叫。但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在口罩歌里面出现？舒服啊！大蛇丸的歌啊！你们去那个下面那边有地方可以坐。我不好带球啊。就是那个我们拍团照那边。叫他帮我拿。帮忙拿下好不好？对啊，帮忙拿下。帮忙拿什么？感恩。这个我帮忙拿，然后可以帮我拿那个吗？那个是练背啊。走这边。
练剑耶！哦，水没。哎、欸，是走这边吧，那个楼梯吧。静海这边。好、啊，你要走这边的、啊。看一下啊。还是对的水，大概就差不多就结束了。这个不是那个幸运星饼干吗？是吗？幸运星饼干。对啊，我都快到。大家在洗最后一个手，就差不多就结束了。我还是觉得进来会不会的。你们要去上吗？我先走。他这里是不好吃啊。不知道。没有，没有声音啊。他刚刚那个，我刚刚那个房间是很多，很好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厕所在这里可拍吗？这是真的厕所。对，等一下在这里拍个洗手。拍洗手。待会来拍个洗手。大家抢着洗手，我感觉。啊，重点是你的主歌要先拍啊。那这边先洗啊。哦，你们要大家先洗。知道吧？好，来来来。哎，大哥，厕所不在这吗？他想要去走一下。好，这个灯就放着吧。谢啦谢啦。不用用了。不用不用。应该有拍过吧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我等下我看一下，我好啊，打三针好了。等下先洗完头再打，不是？因为我们要拍全身洗头。啊，不用，我买一套。可以，全部人挤在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好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你要帮我叫他们来洗手。啊啊，你们要挤洗手乳吗？对对对，要挤。刘宇，来，哎、欸，来吧。来来来，大家来洗手。哎、欸，来洗手哦。Hello。Hello。大家都来啊！大家都来啊！哎、欸，来洗手！对对对对。